他也不整个好杀点儿的。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武器很难打酒桶，那肯定的呀。但是对面有个死哥，我还不想玩别的英雄，我就只能玩武器大师了。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希望他一级不要学个 E， 他一级学个 Q， 我们能好打点。来吧，啤酒人，快上来呀！啤酒人搁那干啥呢？真行啊，啤酒人，是真不往前上啊！哎呦我啤酒人，再见啤酒人，没想到吧，我生了。我操！没 A 过他，没 A 过他不应该呀！哎哎哎哎哎！卡自己平 A， 我没有卡自己平 A， 你为什么要帮我推线儿啊？杀吧！这潘森没死啊，漂亮啊！先回家吧，先不推了，推了他更舒服一点，我们不推的话可以让他更难受一点。先来个小吸血。其实你们上一波我啤酒人杀我的时候，我考考你们，你们知不知道我想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操作？考考你们，你们觉得我想用一个什么样的操作来杀掉这个啤酒人？这什么意思？锤锤锤锤跳锤重锤，闪现躲 Q 回头跳，没想到你居然能知道，哈哈！哎呦啊，没想到你居然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
哇跳！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他只能用 Q 来耗我们的血，但我们可以打兵回血。这炮车你要吗？你不要啊，真厉害。我看你还有多少蓝。回血。漂亮！我跳眼儿，走位！啊啊啊！站位走开！哎呀！气死我了，这没走开，我 Q 差一秒，怎么的？死哥来了，死哥也没来呀。那啤酒人的走位不太对劲呢。啊，啤酒人的走位很明显，刀锋是要到了啊，很明显，刀锋就在我屁股后边。哎，那你刀锋没在这儿，你干啥呢？你想给我炸回去，那不好使。你啥意思啊？啊，没想到他只是有点蠢。吓唬我。原来是吓唬人。吃你的塔皮喽！你想怎么死？锤，重锤！回家，我们出破败。五二一，挨你们！这又谁打电话呢？喂，幽冒饼。220块，你等会儿再放，你等我到了的，嗯，别着急，潘森，哎呦我，潘森把所有的兵全给我，看见没？看见人家这打野没？
拱不拱啊？到底？可以打。来，你们先来，致命点呀！这刀锋是不是要美呀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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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没回上来血，真是背呀！真是背呀！12滴血，那个小兵打了我12滴血，我刚才只有10滴血，小兵打了我12。小兵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虚躯呢？你俩还真就打不过我。啊，你俩还真就打不过我。我可拆你的塔了。等一下，他们家死哥，那死哥很有可能要过来啊。死哥死没死？你们说死哥跟红值钱，还是一个塔皮加个塔值钱？算了，死哥跟红什么时候都能拿，塔皮只能拿一个，所以我选择塔皮。你看，顺便还能收个死哥。这波说句实话，其实早他就应该死的，没玩好。哎，想省个闪现，不让省，挺烦人的。早点闪，不是很想闪现杀的。没关系，一样的。哎，来个仙象小针眼儿。死哥这波应该要去蓝，我们再去蓝再找他一波啊。这个东西别打。死哥我来了，搁上面呢，看看是不是啊。没有啊，打得挺快呀、啊、跑下面去了，打得挺快呀、啊、死哥。下楼带波线，
哎呀！我感觉武器大师的 E 肯定是能减死哥的伤害，大招。很明显，这里头有眼儿。你干啥呢？你不杀他吗？你不杀他算了，我就撤了啊。再见！哎呦我，给我杀！奶猫好大，飞！喵！完了！挺厉害呀，维恩，还好我技高一筹。哎呀，这也能抠死！打个峡谷先锋吧。我们可能不应该叫 Water Monkey， 我们应该叫 Water Jax。 应该叫夹克斯 King， 确实，这也不猴没有夹克斯厉害呀，主要还是猴比较依赖大招，你知道吗？武器大师有大没大都能玩，往高了打可能猴会厉害点，节奏会慢一点。哎呦我操！这死哥挺猛啊，差点我没打死他。来，你们猜中，我猜下。又想省闪现，那能省则省嘛。我们的闪现肯定用处会很大的，但他们的闪现肯定没什么用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看一下啊，死哥刚才的大招打了我212，如果我开了一个 E 技能，他打我的血变少了，那么我们开 E 就有用。等他下一个大。我不出魔抗，我只出血量，不一样。你要升级了，那升级了也魔抗加不了多少。
你就看他一开了以后是不是打一百多就行，25%至少能减个50-60点伤害呢。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减，但我觉得应该能减。我升级了他也没多少魔抗。打个小龙吧，我来吧。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玩了这么久，我们没补过位。发没发现？没补过位，没辅助过。玩了好几天了，下一把要补位了，不能。哎呀，我锤一个跑一个，锤一个跑一个，还剩最后一个上路，把上路一把让死哥放个大。干啥呀？怎么的要干一架呀？怎么个事儿呢？这我卸手呢？我卸手呢？我这卸手是假的呀！啊，卸手上来就触发了。啊，吸地了，上来就触发了，没看见啊！现在的蟹手怎么跟长得跟我大招似的呢？你为什么不卸飞机？谁送飞机了？谢谢小鸟虚音的两个飞机，谢谢佳敏的飞机。哎，我来吗？我们单挑个大龙吧，我觉得你不是个。好像打不过，我们没出护甲装，并且我吸血不够。我如果这个是九头蛇吸血，那个贪欲九头蛇应该能打了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抢了呢。那我就出一个小护甲吧。来吧，让死哥最后放一个大给我们，看看是什么样子。哎呦我，吓人呢！没事，齐亚娜死了，死了吧，死了他们也打不过。再下呀，再下吧。我有蟹手啊！哎，开个 E 看看啊，打了200点伤害，那怎么感觉
不减伤呢？我打死他！减还是不减呢？他买装备，刚才我感觉他也就这装备，他也没买啥装备。